想到狼山也有这么心旷神怡的地方。这里怎么可能会有狼人？深一点，会吵到大家的。哦，你一直捂住眼睛，这样我怎么跟你说话？可以先转过去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穿衣服啊。洗澡不脱光怎么洗啊？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可是。哦。痛。我帮你呼呼就可以痛。头发好香哦，有马铃的味道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秘密。秘密。秘密。秘密，你要一起玩水吗？不太方便。先生，你可以不要泼我水吗？怎么了？对不起。
没关系啦，只是你为什么对狼族圣地反应那么大？你很怕狼吗？狼有什么好怕的？这都是人类对狼的误解。我很喜欢狼，他们很善良。善良？嗯。你肚子饿了？你跑太快，我喘不过气来了。彤彤，哇，我帮你呼呼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然后我们再贴 OK 绷，贴起来以后伤口就会很快好起来哦，彤彤就飞走了，好不好？哇，你好勇敢。好了，狼爸，我带一个朋友来我们家躲雨。狼爸，狼爸，下雨天还跑出去？你叫你爸爸叫狼爸，好特别哦。你先随便坐吧。哦。这些都是你自己布置的，还是你家人弄的？哇，你在干嘛？脱衣服啊，都湿了。你也赶快脱掉，我可以用干它。不用啦，衣服湿湿会生病，生病会很不舒服的。哎，不准脱！有声音了，借我看，借我看。你会用吗？你的手不好哦。然后这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拍了。好。在拍的，这是你爷爷吗？他是我爸，只是长得比较成熟。成熟？就我比较成熟。懂事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。然后这是我妈，这
是我妹妹，叫滋滋。这三个是我们家草药店的员工，跟我们家感情很好，很像一家人。一家人。你呢？你只有跟你爸住在这边吗？我不知道我爸爸长什么样子。我找不到妈妈。妈妈，星辰蔓延，泽明，好想妈妈。伫立在最遥远的光年，两个世界，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想他轻轻哼那时候那首歌，因为舍不得所以复习着。我想他转过身那一年那个吻，青春的刮痕亲下去还疼。我用孤独的养分享受寂寞的气氛。 Kiss me when 已经出淤青，不刻骨叫车子知道吗？你还记得哦？我等一下要洗车，要跟我一起洗吗？好。刚好就好，才不会肥皂水滴的到处都是，太浪费了。
这颗给你。人呢？不见了。咪咪，我会洗车了。你看，好多泡泡、哦。我可以啦！喷水了，你哦，按住一边，水就喷出去了。来，来，交给你。是火车的声音呢。我家对面是牡丹车站，所以每天都可以听到火车的声音。坐火车是不是可以去很远的地方？嗯，你想坐吗？有机会带你去坐。我爸找你。好，我等一下就过去。现在。快，过来！老爸，睡着了。看什么？
困在梦里面，圆了几个圈，偷走了季节，丢下了冬天。可是我念着念着不放任何机会，假装太阳融化你的雪。可是你放着放着不念，回忆冻结，零度寂寞的我好想念。不知道浩伟学长拒绝我都是因为你吗？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都过去了，谁年轻时没有谈过两次失败的恋爱啊？生气的人是我。
有林雨怀不牵马伞，泽明呢？是求救的讯号啊，咱们少责备，多关心。哦，看了那么多剧，还是不懂。从这一刻起，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，我都会陪着你，保护你，不离不弃。秘密，你愿意一辈子牵着我的手，跟我一起走下去吗？他是我的，跟我跳支舞吧。我不会跳舞。说老王子已经结婚了，你这样算外遇吧？只是一个吻而已。你都这样亲陌生女生的吗？你不是陌生人，你是我最心爱的人。你早就认识我了。这么多人，你不是也一眼就看到我了？兜了几个圈，困住了思念天。可是我念着念着不放任何机会，假装太阳融化你的雪。可是你放着不念，回忆冻结，零度寂寞的我好想念。I miss you
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搞外遇？冤枉啊，老婆大人，我怎么敢？是吗？真的没有。你拍在我身边那些耳目，难道没告诉你，你的老公很乖很老实吗？你又知道我有耳目、哦。江平、滋滋、神农、时针还有爸跟妈，我都知道你有特别交代他们，要时常关心我、陪伴我，不要让我觉得寂寞。那你有寂寞吗？现在不会。很乖很乖，没几个。Watch it!